众姐妹们收到粉丝举报，这里有一家巨大号的螺，据说一个螺有我几个头这么大，而且他们家的菜品出场方式让人绝对想不到。今天我们就去尝一下，走，现在可算到了，进去看一下。哇，还是这种木门。你好，你好，请问有预定吗？姓陈。好的，尊女士这边请。哇，里面是这种小院子，这恐怕得价值连城吧。这里真的是精致中又带了点古典，古典中又带了点奢华。光这段话就花光我的文化了。不知道今天我们的包间是什么样的？哇，这么大，吃完都可以跑上一圈了。而且里面真的也特别的古风。好，今天大家餐单。哦，好的，谢谢。哇，这又是没有图的。能不能加点图，让我有点参与感？这样吧，我就拍菜单好了。然后你们家是不是有一个特色的巨大号的、超大号的？然后剩下的菜你就根据我的气质帮我安排几道。好的，好的，没问题。哇。这么大，真的比我头还大，这个手感也是绝了。然后小姐姐这边的温水，好的，是加一片柠檬。这个要钱吗？不需要。那你帮我都加进去。好，没事没事，加进去。钱这种东西无所谓，主要我是爱喝酸。他们这个餐具也好古风啊，可惜我吃饭用不到。杯子，差点今天就走不了了。等菜的时候再来个小果汁。奶丝，那点菜用这个吗？是，这边是我们的一个主题菜毛饼酥。幸好是菜品，不然我寻思着你让我用这个写菜名，我也整不来。这可以吃的对吧？对，吃这个不煎。哦，差点我就整支笔吃下去了。嗯，酥酥软软的。是不是以为我要整把一起吃？嘿嘿，不是。这毛饼酥吃的时候还得这样吃，超级的酥。整把一起来。酸酸甜甜的。这好吃是好吃，就是没有吃饱。哇啊，这就一个白菜吗？不然你还想吃啥？难不成天上飞的地上走的都给你整进去？这是四川的名菜，开水白菜。开水白菜，对。不过这白菜吃起来确实很不错。那我打扰一下，这边给您上一个菜品。哦，是我们店的招牌菜，黄子鸡。黄子鸡吗？这是一只鸡吗？我们只采用最嫩的部分。那剩下部分呢？熬开水白菜。那为什么汤里没有肉啊？汤底，您喝的是那个精华的汤头。那你会把汤渣给我打包一下。小姐姐，我还要留着明天当早餐的。哇，这个鸡特别的薄。精致到我都忘记用手吃了。嗯。好，这边呢为您上的这道菜品是一个富贵花开。嗯，吃起来酸酸甜甜的，里面的牛肉特别嫩。哇，嗯，好好吃啊！小姐姐，你这边帮我撤一下吧。这个花你怎么没有吃呢？可以吃的吗？对，这花是可以吃的。这是吃的吗？这样吃吗？对，只用手摘。小姐姐，让你用手摘，你直接上嘴了。哇，会不会？这口感怎么说呢？就是酥炸了。哇，它里面真的是好多层那种酥啊。给这名字也太长了，我满眼都只有这道菜，这也太神奇了。蔫了，直接这样吃吗？还好问了一下，差点我就直接上嘴了。哇，一整块巧克力，白巧，这巧克力也太大了吧！可以直接来当头盔吗？小姐姐，你这个帮我打包一下吧。这个是宫爆鸡丁。这是汤吗？这不是土地里的小番茄吗？哪里来的汤呀？这个是泥吗？这是可可粉加上面粉炒成的。现在吃饭都这么累的吗？小番茄。哇，好香啊！这也太夸张了吧！第一次这样子喝汤。哇，好嫩啊！哇，哇，小姐，你这个帮我打包一下吧。哎呦我的妈！不好意思，好笑吗？你写500字告诉我哪里好笑？这倒没有，你们家番茄是不是太多了吧？我得赶紧逃，不然我要笑出声了。哇，这么大！好的，谢谢。我的螺来了。哇，这也太香了吧！哇塞，先来尝一下这个螺。所以今天就别瞎整。哇，这螺肉太有弹性了，数数我嚼了多少下。哇，这个螺好 Q 弹啊！哇，这个螺真的好肥啊！
干饭人上线，艾瑞巴蒂 ，Let's go！ 哇，都有点太爽了吧！哇，吃起来就是香辣香辣的，还是不够辣，再蘸一点。今天忘记带蒜了，只能靠辣椒了。哇，小姐姐，你帮我打包一下这个吧，这个可以要打包。好的，嗯，好，谢谢。最后再来干个杯。哇，今日份又是吃了打饱嗝的一天。